们以前说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，今天我们改一下，休息是为了走更美好的路，走向南投，走向草屯。你要来到这里，舒舒服服的，人要休息，车要充电，而且还有这个多元的生态，还有多样的美食。所以很高兴今天看到这样一个，在这个时代来看，它又有自然景观，又有进步的思想，又有文明的建设，那又有漂亮的建筑，能够在我们东草屯这个休息站一一的展现。所以我希望国人同胞能够尽量的透过这样的交通的建设，来到台湾最中心的心脏地带，来这里看看这里的风景，看看这里的漂亮的地方，也来这里享受这里的地方美食跟地方特色。政府的责任在于做好所有的公共服务设施，把每一条道路都通向人们未来必须要去的地方，要把每一条道路的建设让去得安安全全，那么在过程当中都能够享受到跟人民跟地方结合的这种特色。因此等一下看看这个新的建筑物的同时，我也希望未来的在南投的地方产业、地方创生跟农业的发展，中央跟地方积极的来合作，共同来创造一个未来更漂亮、更美好、也更健康、更多元、更文明的南投、更文明的草屯。谢谢县长，谢谢委员，谢谢各位乡镇长，谢谢议员，谢谢大家，祝福各位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院长，给我们鼓励。